哦，啊，什么时候叫做爱啊？啊，其实这个对吗？哎，小孩子在，我现在、啊、我那时候没有写啊，不要再问孩子好不好，要不要啊？嗯，对，对，是，嗯，自己活了那么一大把年纪，问那个三岁、五岁、八岁说好不好，要不要？要由那个三五岁、七八岁来决定要不要，这不是很荒唐吗？这叫尊重，很荒唐呢。哦，所以你应该说十八岁以前，父母决定60%以上。你要到尊重的话，最少十八岁以后自己赚钱养自己。哦，你小学凭什么尊重他？没有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再打我，我要去给你告你。告你。对啊，哦、这个就是那个专家学者，哦，想出来的这一套办法，而且要把它立法。最可恶的是要把它立法。对，立法。真的吗？在学校应该都有。有啊，以前我有一个学生说，老师，你如果敢动我一下哈，我爸爸就可以把你调走。嗯，以前要打小朋友，我说我还是要处罚。授权书，你爸爸把我爸妈授权书，我你看一下。哎，那我妈妈一定哦，拍愈大愈好。还是要教育他，还是要处罚，就拜托老师来爬，要拐来爬。现在老师都不敢动他们了，像上课走来走去随便他，跟那个逛百货公司一样，你也不能对他怎么。对啊，那这是专家学者害的呀。对呀、啊，尊重啊，爱的教育啊，不可打不可骂。是吧？一打一骂啊，告诉你啊，你打电话，罚站也不行啊。对啊，也是伤害他自己都不能。哎，专家叫做有专门的一站的，罚站只是那个一个一天里面不能累积超过7小时。没有，他说你伤害他自己，你叫他站在国父那个遗像前面，他说你伤害他自尊心，你有没有叫他面对国父？面对国父也不行。不过，这个我的心得了啊、哦。其实啊、哦，这个是历史的轨迹啊，啊、哦，整个都是在循环，整个都在循环。啊、哦，你看汉唐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汉上来下去了，唐上来下去了，明上来下去了，哦，清上来下去了。那个西班牙、葡萄牙上来下去的，英国上来下去的，美国上来，要准备下去了。他中国下去也有那么久了，对吧？又上来了，上来了。那台湾一定下去，因为大概在20年前到顶峰。现在已经下去了，现在还没到顶，还没到顶，还没到顶，在快速快速。尤其哦，这个九月。6月、9月啊，应他们那边的邀请去了2次。人家那么大的国家，那么大的土地，那么多的人民啊，井然有序。对呀、啊，开一条路哈、哦，我们可以盖一个合适，可以盖10几年，人家盖一条路可以盖1、2年啊。哦，那个我、哦、看了整个的，我去。请他们去开会，其实是主那个附带的了、哦、最大的目的是有个借口可以到大陆去玩一玩、哦、所以玩了以后，我2次，一次是下来以后往西走，啊、哦，到郑州，啊、那个洛阳、哦、那西安等等，啊，一次呢是这个到了就来到了济南，啊、哦，然后再往泰山哈。哦曲阜啊、哦，那么再到那个青岛嘛，哈、哦，看看那么大，到处井然有序，哎，而且他们现在在强调的中国的这一套伦理道德。现在那个推行那个师博士，不是现在都就是因为他把那个观念带到中国大陆，因为我们规定我们小朋友两餐之间不能吃，学习孔子的领导，没关系，就先、哦、所以放着等等吃饭再拿过去、很快啦，嗯，
有像那个大陆现在一胎化有没有哈？现在松了。啊，不是，可是他们现在三十几年都是一胎化，那他们的教育跟跟我们台湾啊，就是说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异吗？他们那个也一样哈，有那个过分溺爱的哈，那个现象，但是他们觉察得很快。现在哈。啊，他们有贪污现象，我们先当这个到处是从古至今中外都有了，哦，最怕的就是你不自觉的嘛，没办法放那放任嘛，啊，哦，那现在这个都抓得很紧，所以我看的感觉啦，哦，这感觉啦，哦，真的，百年前那边的西方的那个教授，陈教授在讲啊，哈，哦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，应该是对的。全部就有那个《中国时报》上面的，又把这个就翻出来啊，现在放上面。哇，看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形，真的在往下走。哇，台湾会比较快。啊，尤其最考虑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哈，好吃懒做，不负责，一点都不负责任，不做，随随便便，这不可才怪。他们的竞争力现在应该是比我们台湾还要强，他们很敬业，强，对呀，所以说他们虽然是一开放，但是他们其实很开放的，到那边乱跑没人管我，对吧？哦，他们很自由啊，也没什么不自由啊，没有，只有政治的话不能像台湾这样乱选的。那乱选的结果什么好处？哦，障碍建设以外有什么好处？增加贪污的机会有什么好处？不能乱骂。啊，乱骂没什么好处。对呀。乱骂有什么好处？扰乱社会以外，没有什么好处嘛，是吧？现在把总统骂得一文不值的话，有什么尊严？骂到不能做事。对啊，台湾有什么尊严？没有任何尊严嘛。哦，那笨的，笨到不会抓羊的，头到点飞机嘛。那你总统已经比较叫久了。对哦，明明都唔对，老公啊，明明是对的事。明明对的事情哈，他都不会处理的。官说，是司法官说不能，一般的官说，央一个比赛，那是这笨猪，他不属什么，不晓得。啊，所以我想一想哈，一个国家哈，要走下坡，一定有他走下坡的道理。用法律的人来管国家，一定会走下坡。这几任都是。一个是，知法犯法，一个叫做依法行政。这个在网路放有点危险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讲他不会抓羊而已啦。不会抓羊的一句话叫做“拱大比别急”。所以我们这里告人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团体才叫做真相，真相专门讲真相。一个是依法。刚刚那个。恶话还要依法，真的就是祸国殃民。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，我刚刚写了两个字：扶贫，扶助贫穷。因为中国大陆那个谁啊，习近平的老婆，她就是扶贫计划的首席领导人。那这个计划，我在10年前就有跟我奥会有一个大哥，他就在台湾就一直在寻求一些人。进协助他们，就用台湾的，因为我们台湾在很多的，尤其是宗教的部分，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，一直在寻求这样的领导人。可是他们对，尤其是对基督教很忌讳，因为基督教以前过去有不好的经验，就是现在台湾的，我讲在这边讲了，不要录音了，就说民进党。